各位吃货，除夕在即，今年年夜饭你准备了什么拿手菜？变身吃货，穿越到宋朝。宋朝可是吃货的好时代，煎炒烹炸这些烹饪手法都是从宋朝开始成型的。我国历史上，汉朝的人跪在地上吃饭，魏晋南北朝的人共用一个杯子喝酒，唐朝重歌舞，吃饭的时候又唱又跳，到了元朝明朝，大家又特别喜欢喝酒，清朝的餐饮啊非常油腻，只有宋朝的吃食精致鲜美，是咱们吃货最佳穿越地点。不光要吃好，还要吃的有文化。今年年夜饭来跟嘟嘟一起学做宋宴吧。